小双语圆梦大会，靠穿搭达成惊人上位。四号应该是最厉害的，对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位。欢迎秘密出场。哦，辛苦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每次挑完，每个女生穿都一直要弯腰，一直要站这样，不然会看不到。对，就一直要弯腰这样子，但是在外面让人家走路，就一直弯腰这样走的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